每周四下午一点钟，欢迎大家准时锁看《世界越来越卢》，先跟线上的所有同学问好，跟纪老师问好。修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岁末年终，我们的这个所有工作同仁按照规定呢，把这个机甲消化一下。所以其实我也在休假中哦，但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卢》节目呢不打烊，所以呢我跟这个纪老师提前预录。那么这集是预录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线上就没有办法点名了啊，但是欢迎大家还是一样踊跃留言，同时踊跃抖内给这个越来越卢，那钱呢是进到中天新闻的营运账户，不是进到我们的个人户头。那我承诺过大家哈，抖内留言都会念出来，所以你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抖内，我们一样会把这个留言截出来，我会在辣晚报或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一会把它念出来，一一感谢，也谢谢大家哈，千万别忘了。好，那今天我跟纪老师同样准备了两个题目给大家，都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大题哦。那第一个其实跟我们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美国的一个角色哦。当然在这个这几年来由美国所发起的美中之间非常激烈斗争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呢，台湾这个不可避免的被卷入。那现在呢出现了我们看到几个大的一些走向，包括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开打了将近两年。那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呢扩大到了整个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不安宁啊，也是最近的新闻重点。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焦虑啊提出来，当然这个来自美国政府的，你都会看到这种论述，就是表示我大美国没有问题，两线、三线、四线、五线通通应付有余。但是来自民间也好，来自一些学者专家也好，对这个现象呢表示焦虑，里面有很多讨论。所以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纪老师啊，这个俄乌战呢，大家就认为这个美国的多少目的达到了，运用这场战争啊拖住了这个俄罗斯的崛起。那以巴这场战争呢，倒是好像美国始料未及的。你觉得到此刻为止哈，你怎么看？你觉得会不会拖住了美国呢？会，而且已经拖了。啊！而且这场战争看起来以色列非打不可。嗯，哎，他现在慢慢晚上进去了，他白天他不进去，晚上借着夜幕低垂啊，他的坦克车人员都进入到巴加萨，已经连续好几天了。那另外就是说，对加萨的这个狂轰乱炸，事实上是有增无减啊。那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停火，人道停火啊，这些救援物资、人道救援物资进入。然后呢，停止对这个加萨地区平民的这种啊无差别的轰击啊。嗯。那以色列是置若罔闻。对。而且听说又在传这个发传单。嗯。啊，阿拉伯文的传单，空降传单，叫这些剩下来的，有人说大概还有大概200,000左右。嗯嗯。哎，的平民啊，赶快离开。对。赶快离开。所以呢，现在这件事情看起来，以色列绝对是铁了心了。对，美国只有一步步被拖进去。对，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啊，是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重中之重。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深入探讨了这个以色列这个角色啊，那纪老师把这个所有的完整，包括历史背景都跟大家说明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俄乌战跟这个以巴战呢，其实有相同跟不同的，那相同的两场感觉上都是代理人战争，对不对啊？那但是不同的就是说呢，档次差很多啊。这个乌克兰的档次恐怕跟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是，而且乌克兰的战争比较不容易外溢出来啊。对。那而且乌克兰战争的话，事实上美国要团结的这个好，所以他的盟友，他的盟国哈，这个战争越打，他中间的凝聚力哈很难打散。也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透过哈这个欧洲国家，透过北约的这个机制，在过去曾经一度这个机制可能会挠死，或者说已经走不出新路的啊，这个整个机制完全复活，所以这对美国的战略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啊，非常有利的。因为美国他认为他这个霸权有几个重大的同盟，第一个就是跨大西洋同盟。跨大西洋同盟就是建立在北约这个机制上，那这个机制过去因为没有战事以后，它就变成什么叫就有一点的被忽略了，美国也忽略，欧洲也忽略，那这种战争一打，让这个跨大西洋这个军事联盟完全复活，然后呢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事实上对美国的战略来全球战略来讲
真的是非常加分，非常非常有用。对，嗯，好，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哈，因为它的国力啊、军事实力各方面没有办法跟以色列相比。那特别是这个以色列，我们看到犹太人哈，在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极其巨大，所以呢，大家讲这个美国把这个乌克兰绑上了战车啊。嗯，但现在是以色列把美国绑上了战车啊，完全没错，完全是如此。还有很多形容词说这个以色列是什么美国的爸爸，以色列是美国的小祖宗。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呢，能不能够承受双线开战？当然，美国的高官当中哦，非常多这个犹太人嘛，布林肯是啊，所以这个耶伦也是啊。那第一个首先的就是财政上的一个支出嘛。那财长耶伦是犹太人，他第一时间就立刻表态啊，我们能够承受两个战争啊，可以吗？基本上是不行啊。嗯，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夸大其词，而且耶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还有一个前提，嗯，他说我们可以承两个，他前提说美国的财政跟美国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嗯，啊，都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支撑两场战争。嗯，那跟耶伦前一天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啊。耶伦说美国财政有问题啊，尤其他跟这个美国国会在谈判的时候，希望美国通过这个临时预算。国会通过，他是讲美国的财政随时会崩溃啊，美国的经济也不好啊。是啊。那为什么一遇到以色列要打仗了，美国财政突然变好了？就突然变好了，可见他这个话里面啊，真实的成分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是为了出钱，美国政府哈拿钱帮助以色列打仗，他今天就讲了一套说辞，完全是为了这一个目的量身定做的一个说辞。对，白宫要求这个国会哈拨给这个1050亿美元的这个紧急支出预算。嗯，那另外我们看到2023年今年美国的年度赤字扩大了23%啊，它的这个赤字总金额1.7兆美元，大概占美国 GDP 的6.3%，这个占比非常高，也是史上第三高。嗯，那它现在这个美联储不断的加息，所以光是利息支出呢，大概就是6500多亿美元，也占 GDP 的这个2.5%，所以光是付这个利息就已经很辛苦了。嗯，那乌克兰的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接下来是完全一毛不出嘛，对不对啊？对，那再加上以色列的部分啊，所以光是打仗其实就是打军备，打仗其实就是打钱。对，所以在经济上我们看到在这个财政上是相当的这个辛苦哦。那两个都是大钱坑，而且看起来这两场仗恐怕一时半刻都结束不了。对，其实现在这一场战争，乌克兰战争已经不是只有军火了，就是说美国的钱需要去养乌克兰这个政府。嗯，因为军人打仗说可以靠着自己的爱国心啊，可是他还是要心想的。很多时候你心想不足的话，前线军人就不打了。嗯，对，他不可能要他饿着肚子打仗。所以现在这些乌克兰的军人、公务员，整个国家甚至有些预算都要靠外面来支出，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被打成一根国不成国了，经济这个整个的基础也都被俄罗斯的这些好飞弹攻击的把它击毁了。所以不管整个今天乌克兰这个国家要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老百姓还吃得上饭，尤其到了冬天还有正常的这个供暖啊，这些啊整个国家的营运要靠外力支持了。这只是美国人给的，也就是说他这个1100多亿的这个资源里面有1/3是给乌克兰。我认为这1/3也就600多亿给乌克兰的钱啊，真正用到战场上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其他都是为了维持这支军队、这个政府跟这个国家基本的运作经费。所以等于说乌克兰就是，我很早就认为乌克兰已经是西方国家的佣兵了。他的一切给养啊，对，一切的这些弹药都靠西方国家，这只是美国给的。事实上欧盟也有啊，像德国就已经好几次表示说其实我们给的不少啊，也就是他不太敢放到台面上。美国这个国家从过去打两伊战争开始，美国出的军费，有的时候两伊战争上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出战争经费最多，有人说是日本人出的最多，
因为 他要他这些盟国通通出钱、嗯、所以这次俄乌战争事实上要养住乌克兰这个国家，让他继续有战斗力，或者这个国家还能够运作，不是只有军费，还有他的给养。那美国这一部分是就已经够大了，还有欧盟，还有韩国，还有日本，通通要出钱。嗯嗯，好，那除了这个军队的基本的维生运作哈、啊，这个基本的这个薪饷之外呢，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哈、啊，这个新闻登出来之后，当然这个篇幅不是很大，但是大家在里面看到很大的讯息，就是本来要给乌克兰的155厘米的这个口径的炮弹呢，改送了这个以色列、啊。是是，对，你怎么看待这个讯息？就是说这个消耗弹药消耗非常大，大。哎，在这个乌克兰的战线，美国方面都快吃不消了，他把美国的库存军火用了很多，把欧洲的库存军火也用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台湾影响，我们台湾也很明确啊，美国我们付了钱的军火到现在到位的很少啊，那美国就一句话，现在大部分都移到这个俄乌战场了，所以本来就短缺的情况之下，现在以色列需要大量的资源，军事资源，那当然以色列优先啊。以色列跟乌克兰比的话，以色列是嫡长子啊，乌克兰是什么？乌克兰是庶出啊，对对，档次不一样，档次差很多的啊。当然是一切以色列优先，乌克兰就慢慢等嘛。对啊，那因为会有一些排挤效应，不管在预算啊，在实质的武器上都是啊。你看到刚纪大使讲没有，纪老师讲的没有错啊，在美国，以色列就是个神族，神一般的存在。2.3%的这个美国占比犹太人口，掌握了这个美国70%的财富。过去很多美国政治人物认为啊，以色列其实就是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航母啊。那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其实长期跟很多中东的国家并不和睦啊，但是借由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算是在美国在中东的一个存在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它等于说是锚定的。美国中东政策是以色列利益做锚定后，再来决定它跟中东其他国家的这些关系。那第二个，美国在中东重要的利益就是掌握油源，掌握油源，那就是这个原油。那以前美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的原油，现在它不需要进口了。它本来以为对中东的这一个哈牵制，会牵制美国的一个因素消失，可是现在回过头了，中东的石油还是影响美国非常的，就是石油的价格，它增产或减产，在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中东涨这个石油的这个动向，还是跟美国的这个好国家利益还是密切相关。那不过呢，这一些经济利益远还是低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的需求永远是美国第一。那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说穿了一个字，美国的政治是犹太力量在操纵。对，尤其是这个以色列政策。然后从以色列政策核心出发去形塑一个有利于美国对以色列采取有利政策的一个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个架构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论述，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以前在美国待过几个城市哈，我在华府待，我待比较长的这个三个地方，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这个 Kansas City， 还有一个就是 Washington DC。我只能说，我在 Washington DC 跟我互动的犹太人的比例之高啊，那脸飞那两个城市可以比，那是基本上你每天可能都会碰到都是犹太人。对，在华府我工作的时候，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啊，这个财政状况不好，那这个库存武器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更何况这个拜登要选举啊，那还有国际间的一些这个人道的一些压力，你觉得美国能够支应这两场战事吗？大家别忘了，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南海也不太平静，对不对啊？这个朝鲜半岛还有我们台海哈，这个都是一个这个隐隐亮起红灯的地方。我们就先讲这两线开战都不是一时半刻能够结束掉，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最大的一个变数还有拜登的选情嘛啊？你觉得这会对第一个会对美国的国力会有所折损吗？那拜登的优先
选择或什么是会是什么，他当然不可能会放弃以色列。嗯，但是我们最近看到隐隐约约哈，这个美国的口径稍微也在转。嗯，也就是说呢，他不断的呼吁以色列不能够这个一定要区分这个平民跟哈马斯等等，还有他这个两国方案，哎，也从拜登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大家看到这跟他过去的这个口径不太一样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美国也在他跟以色列中间画了一道隐隐的红线？对，美国他只能就是说他用劝阻的方式了，可是会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啊、这个就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就不干我美国的事了，我都已经讲了是吗？对，我觉得基本上美国可能就在国际舆论的上找回一点点他的正当性啊，就是说国际社会你不能永远都跟国际社会的声音完全对着干，对不对？所以美国等于说在国际舆论给自己争回一点点空间，可是美国政府今天讲的话对以色列目前这个政府跟美国以色列目前整个国家的情绪来讲影响是很小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相对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在中东地区有利益的国家，基本上你可以看它作为他是倒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拖住美国，哎，因为他们也在打代理人战争，大家都是代理人，本身都没有加入，所以代理人战争那个背后的这些好所谓的 master， 就是说真正的这些好在操控的人，他都希望用战争来拖住对方。所以我认为现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冲突里面啊，真正希望把美国拖进去的两个，一个我认为。伊朗，伊朗要对美国下手是很困难，直接下手。可是透过他的代理人，是靠以阿战争把这个哈美国拖进去，让美国无法脱身，这是非常符合伊朗的利益的。第一个就是伊朗，第二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事实上在叙利亚的战争里面，俄罗斯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叙利亚在冷战时期就是俄罗斯的盟友，只是冷战结束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哈。失去了过去的影响力，可是当俄罗斯回来的时候，普丁第一个回到中东就回到叙利亚，但在叙利亚内战里面他是完全支持阿塞德政府的，跟美国还有以色列所发动的哈这一些反阿塞德的这个哈这种哈所谓的叛乱部队来讲啊，那是在第一线所战争的，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这也是俄罗斯一个啊能够开辟跟美国开辟第二战场，这以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完全是这样。就是说你搞乌克兰来对付我，对，那我现在就靠巴勒斯坦这一场战争、我周边的我的这些我的代理人来一起把你美国拖进来、那不会让美国轻易可以脱身。对，在战略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伊朗，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在运用这次机会啊，就是要把美国好好的越陷越深进去、所以你觉得呢普丁会怎么做、当然在这个欧洲、现在这个寒冬来临、泥浆期已经到了、那当然最近这个俄罗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反攻、包括击落了这个20几架30几架的这个乌克兰战机，但是对普丁来讲是不是乌克兰等着慢慢收拾、那他先想办法去你刚刚讲的这个拖住美国、先去整一下这个美国，所以接下来他会怎么做？普丁的大运到了吗？我觉得他的这个真的是也算时来运转，因为这场战争是突然爆发，谁也没想到。美国本来是要从中东脱身的，对，华丽转身，对，把所有的力量对付中国大陆，对，放在印太啊，放印太。那可是这场战争打乱整个拜登的布局嘛，嗯，那拜登现在又被拖住。那俄罗斯不是已经把哈马斯的人已经请到莫斯科了吗？高调到莫斯科吗？那这就是一个，这就是外交跟所谓的道义上的一个支持。可是俄罗斯表面他也是支持立刻停火，他如果大量的武器或者大量的装备哈资源，这个哈这些跟以色列敌对的这些力量哈，包括这些啊真主党啊叙利亚、也门的话。那他自己上也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慢慢的这种哈在幕后的在这边支撑，那先用外交这种方式给予这一些跟美国要做斗争心理上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支撑，那这是你看不到的，让这些国家有底气去跟美国
这个还有以色列哈，做长期的斗争。那所以这场战争也好，现在就是说美国想要很漂亮的脱身啊，我想啊，他必须要他的面临的困难就是别人设了很多陷阱，不会让他轻易的逃得出去了。对这个中东这个地方的这个情势呢，比这个俄乌复杂更多哈。这个周边国家当然各有盘算。那当然，这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当然，中国大陆在这个里面，它向来不是这个交战的当事方啊。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这个被美国制裁啊、欺压啊，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啊。对。那这时候，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会是个好机会吗？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那不必坐享其成，不必手伸的太多。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也要顾及它传统的在这种啊国际纷争里面啊，就是劝和促谈这个角色。然后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啊，对中国大陆这个有因为中国大陆投否决票以后啊，有所维持的时候，中国的反应都是很温和的，是说你找错对象，哎，我们的立场一贯是怎么样，我们是站在这个哈是非对错的一方，那也希望双方，而且他说我们谴责是一切对平民的这种啊无差别的攻击，对不对？这个当然包括所有在这场战争中里面啊受到波及迫害的平民嘛，那所以就变成就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在这场战争里面事实上没有立即明显的利益，那事实上的话可是有立即明显的利益，这是一个阿拉伯人跟美国这个国家跟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长久的一种哈这种冲突的一个好爆发，那中国大陆应该还是照自己的这个好传统的劝和促谈，然后呢以谈判代替对抗，不用武力来解决冲突，这些立场只要从这个出发就可以。可是呢波兰会不伊朗会做他的事，俄罗斯会做他的事，那这就已经会让美国已经啊会非常难以应付了。对，所以你觉得在这两场战争当中美国的国力会有明显的削减？会有的，会有的。因为国力哈，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是有形的国力，对，有的时候是讲的无形的国力哈。那美国在这一场这一冲突里头无形的国力啊，可以说折损的非常的严重，因为以色列所使用的这个战争的手段哈，是令人发指的，对，令人发指的。你这里面这么多儿童的死伤，而且不断的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然后呢，这种狂轰乱炸，然后无差别的攻击啊，然后还限令平民离开他们居住的土地啊，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种非常残暴啊，完全违反一种基本人道主义原则的这种做，那美国没有选择的从头支持到底，对，你觉得美国以后讲人权讲人道讲公理讲法律还有任何的被接受的程度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所谓的他的这个无形的国力的损伤啊，非常非常大，而且对，因为过去美国老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嘛，啊，他把自己的这个正义啊、道德的制高点拉得很高啊。但是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多，然后这个跟过去那个西方媒体掌握话语权的年代已经不一样了。对，现在自媒体任何一个被轰炸的一个平民百姓，或是任何一个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小士兵啊，他们都可以拍下一个现场。那说实话，大家不见得相信讯息，但很多画面真的深深的触动了人心。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下介老师，你刚刚讲说中国大陆也许就坐享其成就好了啊，这个坐享其成，这个成会很大吗？我觉得非常的大，非常大，非常的大。因为美国这一次为敌的不是只有那500万巴勒斯坦人啊，他是跟整个阿拉伯世界跟整个回教世界为敌啊，整个人道主义，我觉得。对，那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全球南方国家基本上，即从来长期的弱势地位来看，当然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啊。那美国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以色列能够这样为所欲为，最大的原因是美国替他撑腰啊。
对，第一时间两个航母战斗群就过去了，那后来用的很多炸弹都是美国方面才提供的，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美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嗯，这个不是说你立刻就会看到它在复杂，我觉得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追寻正义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寻求正义的一个过程。对，其实已经开始当这场战争特别是让他的我们看到这个道德制高点瞬间的崩落嘛，是因为这个以色列这次做法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国际规则啊，已经有了像联合国等等的一些这个团体等等，那以色列也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国家啊，但是我们看到打起仗来这种残忍的手段跟中世纪没什么两样。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的我们看到包括这个金砖峰会啊，一带一路十年的峰会啊等等，那中国大陆展现的不但是这个责任担当包括实力担当，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和平崛起呢给了很多像是全球南方啊还有开发中国家的另外一个思考跟选择啊，再加上这两场战争，所以您刚刚讲到的无形国力啊，我觉得世界上的这个大国的这个板块是不是慢慢的在偏移当中，已经偏移的很明显了。像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各国都向中国大陆求援了，对，像这个各国尤其阿拉伯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代表集体求见，对，那希望中国扮演一个角色了。那我想在这个联合国的各几次投票里面，因为第一个中国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的，中国跟俄罗斯用了一次否决权，那这个绝对不是中国大陆或者俄罗斯独自做决定，而是有很多国家在后面游说，那这个就是中国发挥了它大国的力量，大部分国家需要中国如何在这样的表决中表态的时候，那中国大陆配合了。那另外一个在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案里面，虽然不具法律拘束力，可是它跟120个国家站在一起啊，121个国家站在一起，另外还有40几个国家，它迫于现实吧，它弃权没有表态，对不对？可能大部分的国家也是站在这120个国家之内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中国大陆发挥了大国的角色了。那另外一方面本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就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寻求西方国家体制以外这个建制以外的哈另一个国际的力量来建构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来建构一个更民主化的国际关系，更以联合国所建构的国际法跟国际秩序的之下的一个国际关系。那我想经过这一次美国一意孤行的情况之下，美国只能说一意孤行到最后就真的变成孤行了，就变成一个孤独的强国。那甚至连他自己的最重要的盟邦在这个地方都松动了，所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就是说他的无形国力那个受损之严重，那个简直是无法计算。那实际的国力的话，那就增加美国更多的财务支出嘛。对，这还只是这个两线战事啊，当然别忘了我刚刚讲，包括南海不平静啊，朝鲜半岛，还有我们这个台海也是。所以纽时最近登了一篇报道啊，他引述一位这个专家，美国专家，他说美国其实应该更担忧中国，而不是中东战争啊。他说输掉台海战争呢，恐怕比911还要惨啊！那这个世界上呢，他说这个只有中国有能力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觉得美国是画错重点，放错重心了。那当然，以这个白宫要求的这个1050亿美元的这个紧急支出来讲，我们看到他给印太的，好像我记得大概只有20-30亿左右，金额非常的少嘛啊。所以占比上来讲，他之前哇把印太啊这个讲得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开打战争是最残酷最花钱的，他没有办法，他在资源的波及上立刻就看得出他的重心分配，但这个部分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还有你觉得对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俄两国，我最近听到很多台湾的一些朋友在讲说这个美国真是国运有问题。对，事实上对美国最有利的他现在是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大陆，对，然后集中精力啊来搅台海搅南海，可是问题就是说事与愿违啊，你在拜登一上来以后第一个俄乌就开打了，美国就把大部分精力回到俄乌上去，把他的整个的这种资源
跟他的注意力移了很大一部分到俄乌战争。那他过去不过这个整个的全球的这个整个好军力调整也好，或者说的战略布局是以中国为唯一最大假想敌的这样子的一个，也不是假想敌，就实际敌人的这一个布局啊，就打乱了，步调被减换了。没想到俄乌战争快快打出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啊，渐渐已经啊有一个新的一个怎么讲呢，新的模式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习惯的模式以后，又出来一个以巴之间的这个战争。这个以巴之间战争事实上它的影响远大于这个俄乌啊，因为俄乌战争美国的软实所谓的这种哈无形国力没有受影响，反而增强，哦，他站在正义的一方，他反对侵略，他反对这种啊大欺小强凌弱。可是呢这一回以阿战争他是站在哪里，他是站在一个大欺小强凌弱没有正当性的一方，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一方，所以他的无形国力事实上非常非常的受损，非常非常的重。那所以就变成他不但硬实力被分散，软实力更没有一个好，更他的软实力基本上他的这无形国力受损更重。这时候他的对照组这个中国的优势就更加凸显嘛。对，本来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过去就常认为一点，就是说国无敌国外患者恒亡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国无敌国外患者恒亡。中国大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很顺的，那也没有想到美国翻脸跟翻书一样，基本上中国大陆还相信美国跟西方社会制定的国际秩序跟国际法，后来发觉国际秩序是空的，国际法都一点都一毛钱都不值，然后可以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就把你当做一个敌人，把你从黑的变成白的变成黑的。那我觉得这对中国大陆有两点很大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啊，中国大陆势必要更加强自己的体制，对外界的尤其对西方的依赖性要赶快拆解，然后建构新的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硬实力的一个国际圈，你要跟西方尤其跟美国划清距离。第二个，中国大陆内部对于世界秩序的幻想，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幻想跟误解啊，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对中国大陆过从这个川普开始正式翻脸开始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内部盲目崇美的这种心态，信美信任美国崇拜美国的这一部分，我觉得他们的发言权会被怎么样，会被边缘化，人大部分的人还是回归到现实面，也就是国际关系尤其以西方为主导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国际关系啊，中国大陆没有这种所谓的韬光养晦的空间，对，那只有拿起武器啊捍卫自己的利益，靠自己的实力啊，硬实力软实力来确保自己国家的关系，绝对不能建基在相信别人所制造的这一片和缓的这种气氛里面。对，在这个乱局当中确实和中国大陆的外交不再韬光养晦，一方面是责任担当，二方面是实力担当，所以我们看到大陆最近在外交上展现了非常积极的作为。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紧接着进入今天的第二题，欢迎大家收看《世界越来越鲁》啊，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这个两个题目当中呢，在刚刚这个介老师特别讲到啊，这个其实啦，过去当以美国这个为秩序啊，制定一个秩序者，那大家全世界跟随，那但是没想到美国翻脸如翻书嘛，但是这一翻脸啊，对中国大陆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逼出了很多大陆的硬软实力，其中一个佼佼者就是华为啊，华为我们节目包括辣碗包。已经谈了非常非常多次，在台湾也圈粉无数。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华为的几个，其实呢，当然表面上来看好像不像 Mate 60 Pro 啊那么的出风头，那么的耀眼，跟民众的生活那么有息息相关，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通俗点讲恐怕是华为更大的王炸啊，它可以说是顶过了美国的制裁之后呢，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如果说是个顺利未来上线，未来很多技术突破的话，
真的是不得了哈，真的是一家不要说是地表上无法定义的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这个思考真的，怎么说呢哈？这样讲会不会太言过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像一个眼光极其宏大啊，对，就像是一个像一个国家领导人那样，他不只是看到了公司的利润、营收等等，他考虑到很多未来的一些建制，包括基础科学，那这个部分是很难的。我们知道，因为你在研发上投入越多，吃掉你的净利润会越多，你对于股东比较不好交代。当然，华为是没有上市了，他的员工都是他的股东哦。那第一个，他在内蒙建设了一个北方最大的这个算力枢纽集群。其实在这个孟晚舟之前的这个篇演说当中就不断的提到了算力，其实他爸爸更早的讲到算力啊，那大陆很多国家文件里面也都讲到算力。我们在台湾啊，算力这个词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算力其实就是它的计算能力嘛，现在可以说是一切科学之母。10月16号，大陆国务院发布了一个讯息啊，推动内蒙古的高质量的发展一些文件，当然这个全名很长了，所以呢就是把内蒙蒙古啊做了一个定调，那华为这次的北方最大算力枢纽集群就在内蒙，这里面信息含量极大，季老师怎么看？对，我问你，那个秀芳刚刚讲华为的这个，你对华为的观察跟感觉哈，我跟你完全一样。我跟你讲个故事，我10年前看了一本书，我就买下来，那本书是那种牛皮纸的那个颜色的啊，那就任正非语录。我当时还不晓得任正非何许人啊，我说哇还有语录啊，就我一看哇字很小，里面都是任正非讲的话，里面有很多是毛泽东思想跟这个解放军的这些啊，他这个带兵的一些经验写得很细，那我看了以后我就没有看。那这一次因为华为啊，从孟晚舟被打压开始啊，到这个 Mate 啊60 Pro 这个华丽缓升啊，那最后以一个公司击败一个国家哈，而且世界强国的这种战机啊，真的是深深刺激我，很想了解华为这个公司。那我经过也不能说很深入，可是就是说最近看了很多资料哈，我还真的跟你一样，我很佩服这个公司，是不是？不但它的产品让我佩服啊，我发觉它最大的厉害，它也是软实力，也就是说它的哈无形的战力。有形的战力你佩服他，他可以造出一流的产品，可是他的无形的战力啊，我发觉更了不起。无形战力就是什么呢？就我们讲的是什么战略、战术、目标、执行力这些方面啊，是一个无形的战力。那我发觉华为是我看过公司里面最怎么讲呢，一个好符合教科书所定义的最高理想的一个公司，最高目标的一个公司。我也刚刚跟秀芳讲，我以前被派到这个美国第一流学府去学了，上了2个礼拜课，学的是什么？学的是目标设定，组织目标设定。我上完以后，我觉得那个2个礼拜是我离开学府以后收获最大的，非常明确的，它就是一个组织的目标设定。后来我看了华为的目标设定，说我说这个就是我在那边学到的所有的这些最高标准的表现，它通通表现出来了。对，好，那当然这个算力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小到你的手机啊，大到航母啊、登月啊等等，都需要算力。那一个国家它的算力如果说是越稳定，供应越充足的话，表现在这个老百姓身上，对，就是你发现这个生活越来越便利， 对不对？你的电商啊各方面的对接啊，你收到快递的时间就越快，对，这都跟算力有关。那大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你登月啊，这个发射这个外太空等等，越来越精准啊，失误率越来越少。对，所以算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近看到一个数字它是有一份这个算力报告，算力指数大概提高一点一个国家的 GDP 可以增长到 3.6%。所以大家知道算力很重要。那华为你与其说它是一家手机公司，它其实就是一家我们看到这个设备营运商公司，它其实也是一家科技公司，对那它花了大概20%的这个放在这个研发上。那这次在内蒙古当然我觉得这个内蒙古这个城市其实也值得好好的谈一谈，它为什么要选择在内蒙古？当然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气候，它里面年平均气温是4.5度。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么多的这些伺服器运算中心那发挥大量的热能
那它当然要气温要低一点，节能降温，节能降温。我记得我们那个这个红海也在大陆也找过，他好像找在贵州，在山洞里面。山洞里面，他也说那个地方凉、啊，特别凉，哎，特别凉，所以气温是蛮重要的。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现在有个东数西算，对，因为东边可能热一点，西边哈凉快的地方多。哎，这我第一次听到，我们以前台湾都是这个北水南运嘛，北电南送嘛，北部缺水缺电，对，南不过来。但这个很有意思哈，东数西算，我觉得真的好妙，这四个字写的真妙，东数西算，很有意思，想要东邪西毒，东数西算。你刚刚讲了一个是个气温，这是自然优势嘛，包括它的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啊，比较不会有什么地震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的政策优势。优势啊，它的电价相对比较低，那它有成本上的一些优势啊，对，所以你看到华为它不惜重本，在这里打造了一个集群的这个枢纽集群啊，总面积是5963亩啊，对，它的服务器我们台湾叫伺服器，装机能力超过了100万台，对啊，其实之前它在这个内蒙的哈、啊。这个乌兰察布就已经有一个数据中心，当时规模小一点，760亩，那投资大概是人民币71亿人民币啊。然后这里的服务器的装机能力大概是52万台，所以现在他在这个内蒙打造的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在扩大了。那另外很有意思，大陆还公布了一个算力20强城市，其实内蒙的呼和浩特已经挤进了前15名，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颠覆很多大的观念。我最近因为研究这些题啊，就看了很多很多影片照片，你会发现哇不得了，内蒙的这些地方看起来非常具有科幻感。对对，非它是代表未来啊，跟我们的过去印象不一样。过去大家都觉得这个内蒙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大草原的概念啊。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有没有一大堆的这个运算中心啊，空中它那个建筑物盖的都非常的这个科幻。对，它这个里面和林格勒的话只有16万人呐、啊。对。是呼和浩特的一个县级单位嘛。嗯、那地广人稀。然后呢，绿电充裕，65%是绿电的，2030年全部100%，所有这些东西，这种在算力的东西都是用绿电的，对，这个都是未来，非常有未来性的啊。当然，它要50个厂，50个大的厂房，这个要土地啊。那个地方辽阔，土地也多，然后呢，这些气候也好，然后又靠绿电，这都是符合未来的。不过整个我觉得华为来讲的话，我认为它的这个公司的目标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未来的10年是什么，就是所全面智能化。智能化要有3个东西，我稍微我自己归纳哈，第一个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大数据。大数据现在事实上已经大家都在收集数据，数据越来越多了，数据你就要储能，你就要把它储备，储备你就要需要什么，你就要云，对，你不可能放在你自己的这些啊，你这个机构里面要个云，对。那第二个，你这么多数据以后，你智能化就是用数据来基础演算出来一个最逻辑的一个决定，对，做最好的一个决定是用数据做基础，然后经过逻辑，对，然后呢，把它怎么演算出来，给你一个最好的解决的方案。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什么，你要平台，你知道智能化所有都是平台，对，什么是平台呢，手机是平台，智能座舱是平台，对，你这些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好，这些所谓的终端产品终端用品都是平台，将来很可能你一个智慧手表是一个平台，对，你也可以智能化的运用嘛，所以这三者，对，华为三者都在做。那我们讲这个和林格勒的这个大运算中心，其实它的核心我认为应该就是 Atlas， 华为的 Atlas 90 AI 这一个集群，也就是它叫 Super Cluster， 也就是它这个超集群的一个什么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算力的一个集单位，它这个里面包含什么呢，它这个包含的功能真的还是蛮广的。它这个它里面有数据，有这个算力，
有储存。嗯嗯。那所以这个机器真的是基本上哈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非常强。那它这个机器，它这个所谓的 Atlas 90 AI 集群啊，那得到了德国的这个红点奖，大奖第一名啊，对，第一名啊。也就是说，它不管在它的这个哈、啊、整个的这个性能，嗯，哦，还有它的这个效能。还有它的排散热，它的形象，然后人性化的细节，每个都是世界第一。对，德国的，所以据说它的这个金额哈高达九位数啊，九位数，所以也被认为是哈，如果你觉得这个什么华为 Mate 60 Pro 是之前大家媒体都用王炸嘛，说真正的王炸其实是这个，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王炸。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比较技术端的，对，跟民众的这个感受不大啊，所以这个比较少被讨论。所以今天我跟季老师特别讲到一下华为在这个基础力啊，在这个算力啊，在这个科研上的一些投入。所以这个 Atlas 的这个900 AI 集群啊，可以算是全球算力巅峰。对，我们其实要把时间拉回到9月20号，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啊，所以季老师你怎么再看一下9月20号不是在华为大会里面孟晚舟的一篇演说吗？对，哦，那个演说里面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就会看得懂，对，干货太多了。哇，我最佩服他的，他们国文程度真好。你如果可以把那么复杂的概念哈，对对对，能够用简单的一种标语式啊、口号式的讲那么清楚，我想你讲孟晚舟那个演讲啊，我也他那三点，我到现在我每天看我还有新的收获。所以我也建议我们观众们对华为这种公司，你看他讲的，华为他讲的哈，他说让所有物件可连接，这是第一。对。让第二，让所有应用可模型，第二，第三，让所有决策可计算。嗯，所以它这个是一二三是连接在一起。第一个你要什么？让所有东西连接，可以连接在一起。你的手机，你的 PC， 你的公司的这个哈，整个的这个哈资料库，然后甚至跟云端啊，这个大计算的这个哈所谓的。Atlas 9000这里面既有储存大量数据的，又有运算能力的，又有最后怎么样 AI 智能解决方案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能够连在一起啊，这才有效啊。那我今天用手机，我就可以解决我所要得到的智能化的服务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变成就第一个都连接起来。所以华为它生产它的什么，它生产所有它的装置，包括终端的装置，中间的装置，跟所谓的这种哈运算的最后云端的运算，它全部全方位的提供啊，是一条龙的提供啊。所以他讲这个万物可连接是个目标，可是他有执行计划，他通通都做，这点了不起。第二个，让所有应用可模型，这个就很像啊，我只能做个比喻啊，以我粗浅了解，就很像哈作业系统，对不对？你手机当智能化手机没有一个作业系统的时候啊，你事实上你不会大卖的。对对，你这个作业系统就变成我经过一个哈一个标准化的界面的操作模式发展出来，然后呢内容的一种标准化的服务，提供服务的标准化的一种啊指令群集，这就是都可以明。它这个模型要运到是运用，它现在已经做了几种行业，它就可以为万物万业来服务。这种模型它要创造出万物都有模型，什么它目前有什么金融业它有模型，政务也有模型，制造业模型，电力也有模型，铁力系统它有一个模型。这里面你知道每一个的专业都太大，知识含量太大了，所以它有多少人才啊？可是它就不会把它要把它普及化，把它的使用门槛降低，它就要模组化、模型化。所以他讲到让所有应用可模型，对，这一点这是他在努力的目标。对，所以你就看你今天拿一个华为手机，你看它有很多新的功能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模型，对不对？我今天要连接也好，我今天要用上 WiFi 也好，它都有一套模型出来。那现在今天你这个好所谓的鸿蒙系统，它就是一个模型，它是手机运用的模型，对，还有汽车，那将来汽车智能汽车它有它的模型出来。那另外一个地方，让所有决策可以计算，这一点最了不起了，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啊、在呼和浩特打造这个算力中心，他说一切啊，你看啊，
大模型需要大算力，算力大小决定智能化它的迭代跟创新的速度，也将影响经济发展。所以最后你都有这些哈，有模型，有终端产品都连接在一起，那你最后你提供服务要靠运算。那这种运算什么呢？在运算大规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要把它用逻辑的方法把它演算出来，那么哈，最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智能化的服务。也就是说啊，我今天啊，我想哈，这个我想去哪里旅行，对，你觉得适不适合？啪给你算出来气候适不适合，然后现在那边自然，所以统统给你算出来，他资讯全部算，他最后用他的逻辑思考，对，所谓的深层次的智能以后，他给你个建议啊，对，这就是人工智能嘛。对对，所以大家很难想象这个计算哈、算力的重要，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天气的气象预报，对不对啊？季老师讲的这个出行啊、游玩呐、这个飞机航班的一些准点啊，对，乃至于这个航母啊、这个军武上等等，对，都是算力啊。那所以说，这个华为看到了这个算力的重要性，甚至跟大陆未来的国家 GDP， 所有国家 GDP 也都跟算力脱不了关系。一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华为跟蒙古哈、当然蒙古它有一些战略的优势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华为在中东的一个布局哦，这个我们新闻中也讨论过很多次嘛哈，在中东帮这个这里打造这个5G 甚至 5.5G 啊，任正非很早很早就说过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家的高远的眼光，他当时就说中东会成为全世界最快采用 5G 技术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有点后发先至啊，那就是华为一开始就帮他们做，一做就是做最高端的5G 到 5.5G， 所以在这个西方的秩序封锁之下哈、中东对于这个5G 的这个渴望，极大的渴望，我觉得也促成了这个华为有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上，就他们的口袋够，对不对啊？意愿很强，然后再加上这个中方跟沙特之间的一些这个政治的一些良好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造就了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目前进到这个中东之后，不只是沙特啊、阿联酋啊、科威特啊，都跟华为合作了 5.5G。对，这个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西方是用牺牲性价比来采购这种性价比低的 Nokia， 或者说好这种好，或者说 Ericsson 的产品，服务也不好，产品也不好，可是政治原因他就怎么样封锁你华为。那你正常情况下本来你们都该用华为的，英国也用华为，德国也用华为，都用华为，最后是美国仔细的评量之后才会选择华为嘛，当然一定是最划算，性价比好啊，技术最好。 对， 对，那当然它造成了华为的损失。对，那比如说手机来讲，华为本来要超越成为世界第一大手机销售，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金鸡母，很赚钱的。对，那美国一手就把你打下来，那所以华为当然要开发新的市场。中东的话基本上如果没有政治干扰的话，应该可以让华为，一定本来就是让华为的。那现在呢政治干扰比较少一点，那么华为还可以再发展，而且中东市场庞大，中东游园很多，他们愿意投资。那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公司，华为基本上不是靠政府补贴或靠政府养大的，华为靠自己的能力来今天成就。一个公司，我们说出来回到基本面，你第一个你要有市场，你要有市场你才有收入啊，对对，你要有收入才能够做研发，对对不对？你如果你的研发建立在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建立在市场，市场没有了你也就没有收入，你没有收入你没有研发，这公司就窒息了嘛。那美国为什么要不让华为卖呢？基本上就是源头就把你窒息掉，那所以现在华为就要跑到中东。那么中东事实上正常状况一定是拥抱华为。那今天不管是今天是这个海湾国家，还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阿联酋，首先完全拥抱华为。那么在接下来还有整个这个海湾国家里面大的富国要发展的话，要建个5G设备的话，
那中国大陆那华为的话就找到一个什么样一个绿一片绿洲啊。对，而且用华为来讲是不是哈、就是就跟这个去美元一样，我觉得另外一个思考、一个是便利，一个就是安全，对不对？对。我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哦，就是在这个以巴战争开打之后哦，很快的 Google 跟苹果关闭了以色列跟这个加萨的导航地图，对，我把它关掉。对。那以色列为什么要关以色列？关以色列一点的问题都没有，因为美国军方的这个军用地图啊、比 Google 地图更要高清啊，更要准确，所以以色列一定是用美国军方的地图嘛。那把加萨的这个导航地图关掉了，但是有人在讲说，没问题，加萨有华为。对啊，那你以后任何国家要跟以色列为敌的时候。Google 苹果也会把这些都给你关掉、啊、对，就是说跟美国为敌，如果说你看你跟美国处不好的话、你的美元会被没收，对，对不对啊？对，金融上不安全，对，然后网络讯息网络不安全，导航也没有、对，你没有钱没有网络，那基本上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华为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包括大家之前讲说哈马斯为什么能够突破封锁去对，也是跟这个华为有一些关系啊。对，它的通讯没有被截听的可能、对，所以就华为现在已经真的是它已经上升到这个安全等级了。对，我想这个对于非欧美国家来讲非常大的好处、非常大的好处。那不过归根究底还是华为的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公司事实上它看问题一看就十年了。对，过去十年，2003年他说全面制裁化，智慧财产化，2013年是全面云端化，2023年开始未来是全面智能化，这个就是他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然后他的这个落实能力也很强啊，所以他的最近他讲说他的方向再讲清楚，他说要智联万物，用人工智联把万物都连在一起。然后呢，自算万数，用智能的方式、把所有的数据、来进行、运算，对，得出一个、逻辑的最好的方案、符合逻辑科学、然后自富万业，富，最近大陆很喜欢用一个字叫赋能、英文叫 empower， 就是给予你的能力，他说、用智慧来赋能万业，那这个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你还得了？你万业都最后都是靠人工智能给予它最逻辑最科学的所有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完全符合逻辑符合科学的在指导这个国家的万业的发展方向。你看这个竞争力，这个是无形的力量、有多大，有多大。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对华为就是蛮佩服的，他能够把这个中国人的脑力啊发展到这样子，集体的脑力发展出这些集体的方向啊，这个真的我了解的越多越觉得华为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对，所以我让这个季老师来做个总结，因为最近大家常喜欢讲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听起来很抽象，其实华为我觉得就是中国力量一个具体而为的缩影啊。你从华为的这个不妥协，然后呢，其实华为对美国从来也没有口出恶言，对他的竞争对手苹果也没有口出恶言啊，他就是默默在学习，默默在突破，逮到机会他绝对不手软。你看他操作雷蒙多来的那一次啊，然后另外在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不会因为他的营收突破之后呢他就松掉了这块，从来不会。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精神跟中国力量，而华为还只是一家公司啊，大陆还有什么，还有比亚迪呀、还有这个一大堆宁德时代啊、另外还有大陆还有很强的一些这个基建的一些团队啊、所以你怎么看待？我觉得最后我想这个请季老师来讲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中东之外啊，印度、东南亚、中东，现在整个中企的出海的一个面向也扩大，其实不只是华为到了这个中东来，比亚迪也过来了嘛啊、我看到很多很多啊跟着这些企业到这个中东的一些中国员工啊、因为很特别嘛，他们都会写了很多很多的个人心得在网上发表，就有一位这个一个女生啊，在中东工作被派过去，她就说她在中东看到了，她觉得是中国大陆在二三十年前，她觉得非常非常有发展潜力。然后虽然你看到的都是土豪啊，都是土豪的出手，媒体上报道，
但这显示什么呢？他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是渴望的，好，对于进步的东西，对于最好的东西，他有能力拿到，然后他内心有强烈的渴望，所以对于这些企业来讲，这是一片沃土存在啊。所以你怎么看待借由这些和中国企业的力量加在一起的整个中国的实力，中国的国力？对，我觉得企业现在是中国两条腿种族里面一条很重要一条腿，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政府的能力，政府始终把这个好公众的利益放在企业的私利益上面，是这个原则。我觉得看今天美国的失败啊，你觉得中国大陆这两条腿啊，一个政府公权力完全从公众长远利益出发，然后呢比如说他该出手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些房地产业他觉得是违反公众利益的时候，他就会出手，对不对？这个就不，这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是企业主导，让政府做他的打手，会跟企业妥协，不一样。那另外一边中国大陆的企业哈，是我认为是符合中国这个传统哲学思想跟中国社会的一直存留存在的这种哈源源不断活力的来源，那你要让它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你就会发觉中国人有这么了不起的头脑，像任正非，像马云，像这个哈微信的，像小米的王传福这些人，你会发觉他们在芸芸众人有茫茫人海中，中国也有这种跟钻石一样的头脑，跟这种哈。出类拔萃的这种才能的人，你适应企业让他可以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条腿都非常重要。那中国大陆现在比如说华为这个公司来讲，任正非常常讲，我们公司最高的第一个他爱国，他希望中国人不要再这么弱，不要老受人欺负，这是他一个动力。第二个他更崇高的，他说他要给人类造福，他没有跟你分国家了，他第一个从中华民族角度，他是希望中华民族站起来，不要再被人家这样欺负了。过去十九世纪，第二个，中国人一向是什么？这个兼善天下，行有余力者兼善天下。你把自己搞好了，你就兼善天下嘛。那今天就是中国兼善天下这种胸怀，这些公司到各个地方都不是以什么掠夺，都不是以抢夺方式，中国一向是用贸易方式跟所有世界 各国人民一起来，那用贸易方式，然后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提升你，我今天吃饱了我让你也吃饱，我过好了也让你过好，这种心态在过去五百年西方传统掠夺的文明跟一元价值的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没有的。那今天只要把中国文化哲学的这种精髓哈，也就是哈大同世界，然后呢世界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哲学啊，最高的哲学发挥起来的话，我觉得华为啊就像华为一样永远达不到，而且呢他走到最后他都得到人家真正的接受跟欢迎。好，这个季老师做了很多笔记哈，讲到这个华为眼睛一亮。好嘞，谢谢大家的收看啊，这个下礼拜我们的世界越来越鲁呢有这个直播有点名，欢迎大家踊跃报到，那准时锁定，谢谢所有同学，也谢谢季老师。谢谢秀芳，谢谢大家。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